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郝威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是2022年的8月2号，昨天那一期录制了我的第6个月4个平台的月报哦，然后呢有总结的一个结论，其中之一呢是要5%的捐款，大概是19元人民币。那今天这期视频的话，郝威就用手机跟两只手机这边操作一下，然后现场录制捐助的这个内容。跟大家说一下哦，一样，我还是透过这个西瓜公益里面进来。他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常常都会这样子哦，就是闪退，就是说什么重新安装这个那个啊。然后呢，好威在大陆这边的捐献最主要的还是以儿童、乡村儿童为主多一点的哦。所以呢，我找一下。那其实这一期的话，主要是捐助19块钱人民币而已，也不多。那我这边就赶紧的找一下。这次捐河南好了，它这边有一个免费营养食堂，然后每6元为乡村儿童提供一份免费的营养午餐。然后底下这边是呢，他预计筹款目标是187万哦，但是目前只有筹到11000而已。那立项目的时间是7月1号，到现在呢也大概过了1个多月的时间，筹到11000，捐款人数是975人。那我这边就点立即捐赠19块钱啊，自定义。微信支付吧。好，捐赠出去了啊。太早关掉，太早关掉了。这边再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就是捐助完的这个内容，然后点一下查看证书。好诶，捐助了19元，保存证书，其实也可以不用保存了，我已经保存好多个了。然后呢，到我的公益这边来看一下，台湾好诶在北京啊，我的公益点进来有更新了啊，这就是我从生活自制以来到现在，一共捐款了650元人民币，这底下就是我的捐赠的部分啊。有的他会更新目前的进度啊，有的没有，但是我希望，这些善款都可以真正的到需要帮助人的手上。然后我之前的话都会有一个惯例哦，就从我4月1号捐助第一笔捐款到现在呢，过了4个月了，对不对？每一个月我捐助出去这个金额，然后都会配合的这个，北京这边的担架，我去计算一下，我一共捐了多少担架。在6月30号的那一笔捐款是5.4元一斤500克啊，然后在7月31号的北京的担架是5.2元一斤500克哦，那我一共捐了19块钱出去的话，折合下来的话，这个月算是捐了29个鸡蛋，好，那这期视频就录制到这边。其实还是以郝威的记事为主，多的也不多说，也没有必要说一些什么啊，我一定要什么啊，什么为了什么什么的，不多说了。那就祝福大家平安顺心，祝大家好好吃饭。我是郝威，感谢收看，期待你的留言，明天见，拜拜。